拜二早上，这个礼拜改成五了，每个礼拜五早上哈，会有十到十二个老人家在那个地方听我们讲福音。好，除了那个之外，还有那个长治的乡公所后面的停车场，啊，我们也是在那个地方，哈，从跳赞美操讲健康知识，讲福音信息，一直讲到现在变布道会，啊，现在变布道会，啊，那么最近在这个长治还有新南村，哈，还有丰田又成立了一些儿童的工作，特别是丰田很特别。我们的点是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丰田喜贝斯哈，邱牧师有去过吗？哈，就在那个庙前面。文区是刚开始我们很多的地方是在庙里面，很多人对庙有安全感，那我们刚好又没有地方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借庙的，而且庙吼有很多的椅子，然后他们进去很方便，连庙公都来听我们讲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被赶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一路的做过来。我期待了哈，我期待今年能够在客家地区建立了一些的教会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同工不足，我们经费也非常的有限，谢谢。